由他参与的多部影视作品都有着颇高的网络关注度和讨论度，他始终带着演员的热爱与执着前行，他就是 OK 年度挚爱最受关注女演员吴谨言，欢迎。他勇于在不同的领域进行挑战，大胆突破自我，他就是 OK 年度挚爱潮流男艺人张延奇。他迎接所有角色的挑战，感恩生活间的惊喜，他就是 OK 年度挚爱知性女艺人颖儿，欢迎三位。也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OK 精彩副主编李欣涵女士，有请。哇，太美了，这个画面我就不站过去了，太美了。好，我们摄影老师准备一下，我们有请李欣涵女士也留步，跟他们一起拍一张大合影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四位，请台下落座休息。谢谢，好瘦，好美。好，我们颁奖还要再继续哦，我觉得这个节奏啊好爽。